天也感到非常荣幸啊，能参加诸位的第一届的结业典礼。那么在此地呢，我要向诸位做个简单的报告。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推动的一个缘起啊，这个缘起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啊，所以我常常讲啊，这是祖宗之德啊，佛菩萨的安排啊，我们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啊。那么我学佛是26岁，学佛的原因也没想出来啊，因为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，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，我从这儿进去的啊。他给我介绍，他说我们学哲学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他说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这样把我的观念改过来。以前我们以为佛教是迷信，是宗教，根本就不接触它。啊，经过他这么一介绍呢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佛经哲学现在不在寺庙里。他说你到寺庙里头可能找不到，那在哪里呢？在经典里面。所以他叫我要研究佛教的经典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佛教经典非常缺乏，市面上书店都找不到，只有到寺庙看他们的藏经楼啊，藏经啊，利用假期到了里面去看去抄啊，也只有这个方法，这才开始接触啊。我很幸运啊，方老师介绍我大概2个多月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了张家大师，也是一位蒙古人，有个朋友啊给我介绍的啊。张家大师对我非常好啊，祖父辈的了，我那个时候26岁，他65岁，要大我39岁。那么他告诉我，劝我出家，第二个呢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，以释迦牟尼佛做榜样，是告诉我第一本叫我念的书是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真的都是市面上找不到的啊，大藏经里面有，那我们从抄，好像分量不多啊，抄了这两本书来读，才晓得佛教的真正面目，它确实不是宗教，但是他现在变成宗教了，你也不能不承认他啊。他是什么呢？要用现在的话说，释迦牟尼佛是职业老师，他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从事于教学啊，一直到他老死啊，他过世的时候是79岁。所以经典上记载的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那个300余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半班教学，用这个话大家就很容易懂了，这半班教学300多次啊，这个教学49年，49年呢，我们到这么多年来真正体会到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言行身教啊，啊，他给你讲的时候是教你，不给你讲的时候也是教你，他一举一动都做出榜样来给你看啊，他的行为日常生活记录下来就是现在的戒律啊，戒律是这么来的啊，戒律是佛的身教，经典是佛的言教啊，所以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东西呢，我们就真正能够得到啊佛陀的教育啊，确实
它是一个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，而且自己一生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他不收学费呀。教学的态度跟孔老夫子一样，有教无类啊，不分国籍啊，不分种族，也不分文化，也不分宗教，只要你跟他学，他就非常热心啊，来教你。那么他教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把这个经典啊总的来分呢，我把它分作五大项目。第一个是伦理，第二个是道德，第三个是因果，第四个是哲学，第五个是科学。这五科都达到登峰造极。你说我们中国人讲伦理，伦理是讲关系啊，这个父慈、夫妇、君臣、兄弟、朋友啊，这是中国人讲五伦。那佛法这个伦理啊，讲到什么？变法界、虚空界跟我是一体，这个还得了吗？啊，不但一些人跟我是一体，一家人还太远了，一体呀，比一家人还要亲啊！哎，这个别人就是自己呀，啊，爱人就是爱自己呀，这糟蹋别人就是糟蹋自己，这个是不得了的啊！那他伦理推到什么？爱动植物。啊，爱山河大地，爱整个宇宙，啊，那么现在科学家讲还爱各种不同维次空间的这个一真庄严，他说尽了，一体，啊，是一个自信的变现出来的，那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啊，这是科学跟哲学所讨论的难题，到今天都没有定论。在佛法里有定论啊，所以佛法的教育是自信啊，自信流露出来，真正是究竟圆满的教育。我们这才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是非常幸运的遇到了这桩事情啊。那么就是一生学释迦牟尼佛了，从事于教学工作啊，也在这里学习啊。那么这个中国传统文化，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啊！这怎么说呢？我是2008年啊，九八年呢，我到新加坡，1999年呢，团结新加坡的9个宗教，做得很成功啊。把9个宗教平常都不相往来的，哎，变成兄弟姐妹，啊，我陪他们去访问中国，啊，我也陪这个，陪同啊，印尼的宗教团，啊，访问过埃及，访问过梵蒂冈，啊，也陪同啊马来西亚宗教的访问团访问过新疆，呵呵，都做得非常成功。啊，所以啊，我们想的是世界宗教是一家，啊，是一家，真的是一家。我们要想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呢，必须要从宗教团结开始。啊，2000年我移民到澳洲，啊，在澳洲呢就遇到这个澳洲的昆士兰大学。跟这个格里菲斯大学这2个学校的校长。那么911事件之后啊，他们来找我啊，我才知道啊，昆士兰大学有和平学院，这个大学的和平学院很少见，我才知道有这么个学院啊，才知道呢全世界一共有8所大学有这个学院。啊，那么他们也有博士班，有博士，有硕士啊。那么大概学生呢，毕业出来之后啊，多半是从事联合国的工作啊，所以也还非常难得。那么研究的主题就是如何化解冲突啊。911事件发生之后，他们就认真的思考啊，
找了我去跟他们教授举行慈祖堂会，大概是学校啊知道我在新加坡团结宗教，团结宗教是个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，我们做成功了。那么当时我们开会的时候，最先我听他们报告，我做了50分钟报告，我在了解啊，这个学院过去的思维方式都是西方的啊，采取这个镇压、报复，用这种手段。那么911事件发生之后啊，他们觉得这个手段没有效了，或者变成另一种形态的战争了，是恐怖战争了，所以就希望说真正的要用和平的方法，不能用这个报复的方法啊，来找我来谈这个问题啊。我听了之后呢，这个我就告诉他们大家，我说冲突那个根你们没找到，这种事情像大夫治病一样，必须把病源找到，对症下药啊，你才能收到效果啊！你们这个没有找到病根呢，找不到效果，发生不了效果啊！这病根在哪里呢？我说病根在家庭，这个确实没有一个人想到的啊！这怎么会在家庭呢？我说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有离婚的，这他们都承认了。一个就找不到离婚，你恐怕找不到了啊！那离婚率是年年上升，离婚是什么呢？夫妻冲突，家庭的核心是夫妻啊，这是这从基本上产生冲突了。那么连带的一定有父子冲突、兄弟冲突、邻里乡党冲突，这样的人走出社会，他怎么会不跟人冲突呢？我说根呢，你们没把根找到啊。那个这个意思意外之意他们没有体会到啊。你们在国际上调停纠纷的人，你们自己家里都冲突啊，你怎么能化解别人冲突？那就跟我老师一样，我们教学生一定先教自己，怎么化解冲突的人先要自己把自己冲突解决，你才有智慧啊，才有方法了来调解纠纷的啊，这个是他们没想到的。然后我就告诉他，我说还有更深一层的啊，还有更深，那什么？我说你自己跟自己的冲突啊，这个我们东方人呢，懂得自性跟本性的冲突。那这个本性跟习性啊，你看《三字经》上讲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本性本善，习性不善，这就是善跟不善发生冲突。这是本身的，这个他们很难体会。我举例子，利害当前，你是先想到自利还是先想到利他？大家说那当然是自利啊，他们也很坦白都承认一定自利。我说好了，每一个人都自利，那不就损他了，不冲突不就起来了啊？所以这是很显然的事情。所以你看这个，我们常常那个时候常常听到美国总统一谈话，怎么样对我美国有利，那对其他世界就没有利了。啊，这个就是说损人利己呀，人人都有损人利己，你看这个冲突不就发生了吗？啊，所以我说这个才是利这个冲突的根。那化解冲突，首先必须要化解自己内心啊，对别人对立的这个意念，我从这个地方讲起啊。如果我们对一切人没有对立的这个意念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，冲突就化解了啊。不跟一切事对立，不跟一切万物对立，永远保持身心的和谐，你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那么经过这一次交流之后，第二个星期又找我，学校就有准备了啊，聘请我做他们学校教授。我说这个没有必要，这个出家人我们学历经历都没有。我说这个能对我们，我倒很乐意啊，给你们这些教授聊聊天啊，交换交换这个修学心得，这个我很乐意做的啊。
结果两个学校，两个校长是不行，他说法师你一定要接受，而且还赠送我博士学位，是不是？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你这个思想见解确实对于世界这个化解冲突、促进和平有帮助。希望你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啊，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啊，我一想这是大事，这不是小事，这个可以能替世界和平做一点贡献，啊，所以我才接受他。啊，那么从此之后呢，那是2003年啊，就从2003年开始代表着澳洲学校啊，先后参加7次联合国主导的这个和平会议啊，还有三四次也是国际和平会议，但不是联合国主导的啊，所以我参加了10几次这个会议。那么每一次会议当中啊，我都是主题发言，我把我们中国传统啊，中国确实有智慧、有能力、有经验、有效果。你看，5000年来，中国没有跟其他的族群、其他国家发生过冲突，这个经验是很值得汲取的。啊，那中国是什么呢？中国就是靠教育，所以老祖宗有智慧呀！啊，中国这个传统东西啊，不止一般人想讲从孔子开始啊，不是的，孔子他老人家很老实啊，很可爱啊。你看他说他一生求学的态度啊，性而好古。啊，那他对古人东西他相信，啊，自己呢述而不作，他没有创作，他没有发明，所以他《论语》里面所讲的，我能肯定一大半都是远古老祖宗传下来的，所以他是集大成者呀，啊，啊，我们后人尊称他为大成至圣先师，啊，是个集大成，这样你才晓得。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这深厚啊，我们在宗教里面知道印度婆罗门教现在在宗教历史上它最长，它10000多年啊，国际上承认它8500年，那比佛教早多了，佛教国际上承认才2500年了，它超过我们5000年了啊，所以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估计决定超过10000年，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载啊，文字是皇帝发明的啊，皇帝之前伏羲啊到神农啊，这个历史学家考古认为有500年，那神农到皇帝也有500年啊，这个1000年的时候都没有记载，甚至这个中国教育这个思想一定在伏羲之前，不会在伏羲之后，伏羲画八卦算是文字的始祖啊，所以这真是源远流长啊！而中国人呢，他确实像佛法讲了，他自己达到明心见性，所以他的智慧是从自信里流露出来的，他不是学来的，学得来的是知识，自己从自信里开悟的叫智慧，智慧跟知识不一样啊，知识能解决局部问题。还有后遗症，智慧呀，绝对没有啊，能解决一切问题。所以佛法所求的，求智慧，用什么方法呢？戒定慧啊，这是跟你讲方法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。所以东方人跟印度人都重视啊，戒定，他重视这个。你看儒家讲知止而后有定啊，定而后有静，他跟佛家讲的禅定啊是一个道理啊，他从这上来修。而且呢教学的内容啊，所以现在有人问我，这邓小平讲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，中国特色是什么啊？
啊，邓先生没有说出来，啊，是以中国特色，用一个字来讲就是孝，啊，通通都是从孝反这个发展出来的，啊，那说的细一点的是四个科目：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这就是中国的特色，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。中国自古世世代代圣贤教化众生，就是这四个科目。啊，这四个科目展开来，包括整个宇宙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想到啊，因为这些年走了很多地方啊，参加很多这个国际的会议啊，看到各地的啊修佛的同修，深深感触到。在家的同修实际上做不到，出家的同修啊，沙弥律仪做不到，就是基本的戒律做不到，所以他没有成就。跟中国古时候，就是不要说是多了，七八十年以前那个社会来比较，那我们现在是差距太大了啊，没有成就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扎根的教育疏忽了啊，所以我就想到儒释道的三个根啊，这三个根呢太重要了啊，在古时候七八十年之前啊，算是我这一代之前，我在小时候还沾了一点边啊，我弟弟小我六岁，那就完全不知道了啊，你看这个差距就太大了啊。那在从前，无论你认不认识字，那是另外一把事情。接受传统教育，统统都接受。我母亲不认识字，她很会教我。她在教什么？都就讲伦理道德因果，她很会讲啊。啊，不认识字的，她从哪里学的？她的父母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这世代相承的。啊，所以中国人对教育看得重啊。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，啊，只要把教育办好了，什么事都好了。为什么？人人都是好人嘛，好人干的都是好事嘛，啊，这个社会不就问题都解决了吗？啊，所以他把教育摆在第一，啊，家庭教育摆在第一，政府教育也是摆在第一，啊，你看从前国家这个组织，啊，宰相底下六个部，第一个是礼部。礼部就是教育部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国家一切政策都是为教育服务啊。所以从前帝王很聪明啊，教育办好了，人都是好人了，事情就好，就好做了啊。所以我常常感叹着说，上一次我在澳洲跟洛克文总理见面的时候，哎呀，他那个时候正遇到南方是火灾火烧山，北方是大水，这火水深火热。见我的时候喝咖啡，告诉我咖啡提神呢，他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啊，啊，精神不够用啊。我就很感叹，告诉他，我说在中古老的中国啊，过去360行，哪个行业最舒服呢？做官的。你看看《四库全书》几部，里面多少文章诗词都是做官人写的，他没有案子办的啊，平常游山玩水呀，啊，找找和尚，找找老道啊，去聊天啊，写写文章，没事干的，没有案子办吗？啊，人都是好人吗？他没有事情吗？我说今天社会颠倒了，这个社会上各行业当最辛苦的。啊，就是做官的，太辛苦了，是吧？什么原因呢？你把教育疏忽了，教育疏忽了还是小事啊？把功利摆在前面，那不得了了。这个功利是人之必争啊。那么人每个人都有竞争的心，也现在都提倡斗争，提倡竞争呢、啊。
那竞争升级就是斗争，斗争升级就是战争啊。现在战争就是毁灭啊，死路一条啊。那是不是死路啊？在中国不一样，中国小孩从小叫他让，忍让、谦让、礼让，你看一直让到底呀、所以他这个社会是个和睦的啊。所以你就想到教育多重要啊！教育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从胎教开始。这种这是周朝初期的这个遗风啊，一直到清朝末年啊，民国初年还有这个影响，但是中日战争之后啊，这影响没有了啊，家也没有了啊。在抗战之前呢，中国还有家，抗战之后家没有了啊。我们说这个家了，中国是大家庭，不是小家庭，五代同堂啊，这个是一般家谱里面各位都能看到的啊，五代同堂，家里人丁兴旺啊，七八百人呢、这一家了，普通标准的总是300人上下啊，人少的也有200来人啊，他这么个大家庭。所以家庭它有家道，有家规啊，弟子规是家规，共同的家规啊，这必须要遵守的共同家规啊。那是这个家学啊，私塾是家学，用现在的话就是家里面的子弟学校啊。这家业啊，家里面经营的事业啊。所以中国人常讲的时候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了。那个后是什么？不是是子孙多啊，子孙都是平常事情，子孙当中有没有能够继承家道、家规、家学、家业啊？这个重要，这是大事啊！所以他要培养人才啊！你看每一家都治得好，所以家齐国就治了吗？就这么个道理吗？所以做官的人谁不愿意做官呢？做官是最清闲的啊，工作量最少的，最舒服的。所以学而优则仕啊，所以把书读好了就做官了，做官是也是最痛快的事情啊。所以像现在这个官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张家大师劝我不能做官了，我想的是看到现在这么苦啊，那真是这老师真有智慧，真有眼光啊，他就劝我的时候不能干这个事情啊。那么给我讲一个例子，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比如你自己很清高啊，很清白，是个好的这官员，你做个县市长，你底下的一些干部贪赃枉法，你要不要负责任？我听这句话就吓到了啊！现在到哪里去找一个真正是能这个舍己为人的来组成一个班底？来办这个好像一个县的这个县政，到哪里去找啊？那找不到的时候，这个事不能干了，想想真的不能干了。所以老师就告诉我，既然发心我们要救世救人，他说宗教有百利而无一弊啊，所以他叫我走这条路子啊，尤其叫我要学释迦牟尼佛，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啊。那么佛家的这个教学，它是用现在话，确实它的思想是多元文化啊，它是一切都包容啊，而且它从根本上来教，是从伦理开始，伦理道德开始，终极是达到科学哲学的究竟圆满啊，非常是难得啊。那么我们将这些事情介绍到联合国，联合国的会友们听到非常欢喜啊，这闻所未闻呢，从前没想到过的。可是会后啊，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，很多人就说，法师你讲得很好啊，这是理想啊，这做不到啊。我听了这句话，我才知道这才是真正
危机之存在。啊，他没有信心，对古圣先贤没有信心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得搞一个试验点。啊，就想的是做个试验。啊，这个找了很多地方，啊，在新加坡也费了不少力气，李务员也帮我很多忙，都做不成功。啊，那最后也是好像是2005年，啊，我回到老家去看看，70年没回去了，啊，家里还有一些亲戚朋友，啊，见面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在国际上这几年呢这些见闻向大家做报告，啊，想做一个试验点，家乡父老兄弟，听到了很欢喜，回家来我们大家支持帮助你做。这样就选择汤池小镇就做这个试验点，没有想到啊，这个试验点做的那么快速就成功了，啊，出乎意料之外。当时我跟杨老师谈的时候，我说我们大概要用2年到3年才能把这个成绩做出来，啊，我们来回应联合国。没想到不到4个月，啊，杨老师告诉我成绩非常可观。啊，详细情形告诉我了，我说这个真是祖宗之德，啊，这个不是人干出来的，啊，祖宗之德了，三宝加持，啊，所以我就想到了怎么样介绍给联合国，啊，没想到2个月5月，联合国来找我，啊，第一次是教科文总部，啊，巴黎总部来找我。还要求说要我参加主办一个活动，而不是协办。前面一次我做了一次协办，现在要我参加做主办单位。啊，这活动呢就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。啊，讨论的主题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。啊，这么个题目，联合国从来没有碰过宗教，啊，你说这不是佛菩萨保佑祖宗之德吗？啊，鬼使神差，他怎么会搞这么一个活动，搞这么个题目？所以我就不相信啊，因为联合国找的是会员国啊。我在澳洲在成立一个小很小规模的这个净宗学院的，我说他不可能找我，我就派3个人到巴黎去看之后，他们打电话告诉我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他们找的是泰国，哦，那我就心里有数了，是泰国大使向联合国推荐找我做主办单位，啊，我说那我们机会来了，啊，我们可以把啊这个汤池的经验啊向大会做详细报告，啊，我要求的是8个小时，啊，来报告我们这个项目，啊，同时呢要求联合国给我们一个大厅展览。好像大厅比这个还稍微大一点，啊，做3天的展览，我们有照片，有图画，有文字，啊，那么这个3天的会议开得非常成功，啊，会后驻联合国192个国家的大使都有意愿要到汤池去考察、去参观，啊，那是我们中国。驻联合国的副大使张先生告诉我，说你们办得太成功，联合国从来没有这样的盛况，会后就完了了，哪有后续的，后续的这么多人要去参观考察，他这个事太稀有太难得了，我说你要协助帮忙他们办签证啊，啊，邀请函是我发的，啊，这个当地政府说一下来这么多现任大使，他我们没有法子接待，啊，说能不能分批？我说好，我就分5个梯次，啊，第一个梯次名单什么签证都拿到了，这一下政府看到我们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所以也就吓到了，啊，打电话给巴黎啊大使馆说，我们中心手术还没有完全，登记还不完整。他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机构啊，没有资格邀请这个外国的
这些人来参观，这样就是把它推迟了，延后了，一直延到现在就没有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桩事情啊。可是我们这个巴黎会后之后，在国际上已经推动了啊，这个做得很成功，影响很大啊。他们这些大师实际上还有20多位啊，他们是不是用这个身份，是自己用私人观光旅游到中心去看过啊，看过都非常赞叹啊。所以他们这个给我们影响力很大。那么我们也希望明年啊，能够在纽约联合国办一次活动啊。那么马来西亚这个中心成就做好的时候，就可以能够到纽约联合国去表演去了啊。把这个一定要向国际上推动啊，因为现在化解冲突、促进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，是全世界无论是领导阶层还是平民，都是天天在期望的啊，在盼望的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传统文化跟宗教教育真的能够产生效果啊。我们的学习心量一定要拓开。你看，我跟马哈蒂长老谈过，我跟他讲，我读古兰经，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。我说，我要不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啊，古兰经我念不懂啊。我说，我不但能看，我也能讲啊。我讲的，我相信不会输给阿訇。他听了很欢喜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看我在北京啊，这个天主教的大主教傅铁山跟我交情非常好，到北京去之后，我们两个一定要碰头啊！我告诉他，我读新旧约，我说我是最虔诚的天主教徒啊！我说他们呢，这每个宗教的创始人呢，都是我的好老师，我是他们的好学生啊！我说我的老师很多，你们老师只有一个。所以说我们学习宗教一定要互相交流，互相学习。你看上一次我在这个印尼啊，印尼回教大学送我一个博士学位，校长告诉我他学校里头有比较宗教学。我当时就告诉校长，宗教不能比较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那是圣人呐，哪一个人比得上耶稣？哪一个人比得上释迦牟尼佛？你不如他，你怎么能比较他？那这个不可以啊！我说应当什么？互相学习，要把比较宗教学啊，要改成啊多元文化这个科目啊，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啊，学习各种不同的经典，你才能了解啊，是神的意思。神的意思是一个意思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在各个不同的族群里面。各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里面，它有一种方法的时候，它能够推动啊，那是方法手段，你看它的精神，看它目标，看它一致的啊，决定是相同的。所以宗教肯定是可以团结的啊，所以我们是用这种心态去学习啊。我说我是每一个宗教的好信徒，不是一个宗教，是吧？所以都接触都是好东西。所以宗教团结，宗教一定要互相学习啊，要常常交流。所以我上一次在这个新加坡啊一个活动当中啊，我们这个跟总理李显龙先生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啊好像在大学讲演的时候，新加坡国大讲演的时候，我就提出来，哎，因为他们现在要建2个赌场。赌场不好啊，哎，我说那赌场变成2个学校都好啊，一个赌场呢改做这个宗教大学，一个赌场改做多元文化大学，我说这太好了
啊，这是好事情啊，这是啊。我那一天讲演之后，我还写了封信给总理，给李显龙啊，希望他听说还他们还是要搞督察，是吧？那么这次来的时候，我看看，能够见到我们这个这首相啊，我会给他建议啊，哪一个国家做，哪一个国家领导全世界啊，走向安定和平啊，这是应当要争取、真干的啊。那么在马来西亚做的时候就不困难，有你们这些好老师。你们这些圣贤老师的种子在此地，有这么好的校长来领导啊，肯定能成就啊。啊，这个事业是圣贤事业，不是普通事业，是人生最有价值、最有意义的啊！一生把这个事情做好的人，这一生没白来。你什么都不需求，你也会升天啊，这肯定的啊。在佛法讲的时候呢，你提升你的灵性啊，舍己为人，值得啊。这是我感谢老师，你们看我讲经的时候，我老师照片都摆在我对面啊，一生感激老师，不是老师指出这条路，我们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，得力于老师指点了，我们明白了，觉悟了啊，这条路走得多快乐。方老师说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学佛58年了，这又过年59年了啊，真的得到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佛家讲的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啊。孔子说的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个喜悦从哪里来的？从学习来的。只有学习圣贤教诲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喜乐啊！世间这些喜乐是假的啊！那个喜乐里头都有含着有毒素，这明文利养都有毒素，小心中毒。我看得很欢喜啊，这个我在此地乐观其成啊，同学们这个我会很关心啊，需要我帮助的我会全心全力帮助大家啊，谢谢非常感谢。